主料：冬瓜280克，海米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葱、姜、鲜汤200毫升。味精、麻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先将海米用清水冲一下，用温水泡发至软，南瓜去皮、去瓤、洗净，将冬瓜切成5.2的长方形块，将鲜汤倒入锅中，大火烧开，放入冬瓜片、海米、盐，煮10分钟左右，放入葱花、生姜丝、味精，撇去浮沫，淋上麻油。OK， 烹饪技巧：海米第一次清洗的水要倒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